40年前, 深圳诞生了。这个发光的名字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,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。他们。长话短说，世上本没有深圳，脚步所到之处就有了深圳。他们披荆斩棘，在辽阔的白纸上种下理想，长出道德、奇迹和灯火辉煌，当然也长出新的脚步。量子纠缠是讲的两个顽皮的量子不离不弃、不见不散的故事。这里的孩子生来就跑得快。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开张，深圳科技创业所正式成立。香港回归祖国，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正式开幕。他们想做好一件事儿，可从来不看别人脸色。我没说错吧？去吧，崭新的脚步出发了。这是去金融世界坚定的脚步。这是跟科技创新搏击的脚步，这是去科学里遨游的脚步。同志们好，这是去舞台上破次元的脚步，这是奔向人鱼线的脚步。从跟跑到领跑，只要你有想法，这里绝对有的是办法。这大拇指竖起来！ Yeah! 在这里，有北纬22度的阳光，企鹅和北极熊同时定居于此。宇宙人才推送。这里没有天花板，也没有终点线。这里，一字岿然不动。稳住，以不变应万变。也能日行千里，想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深圳的速度很快呀，别人跑54000里的时间，在深圳早就跑了108000里了。哦，所以人家总说在深圳人的年纪减半。哎，我推荐你看一下这本书。在这里，只要你迈开双脚，科学、数学、技术、艺术、美食、美景、美宅、美童，没有我们到不了的地方。这有没有失败了？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后疫情时代的失败挑战，是当你学会走路之前就必然掌握的天赋，它只是我们等待胜利的一种方式。而挫折早就跟这座城市举案齐眉了40年。脚步的宿命，就是要在无路可走之处杀出一条血路。如此特殊的一年之后，全球资本市场进入一个茫然期。我们不迷茫，我们就在这儿，身后的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来了就是深圳人，可以的。我们可以的。这里有真性情，也有真高兴，喊再大声也有人和你交相呼应。这里有海，那没有我们。这里有海，这是前瞻未来的海。这里的年轻人从不信命，因为深圳只信自己。如果你的脚步从这里出发，所到之处都是你的天下。如果你的脚步正在被保守顽固排挤压制，如果你的脚步从不屑于踏入已知的安全，深圳是每一个自信为天才的有生之年系列。谁都能来吗？哼哼，懒惰我可不欢迎你。啊，如果看完这些你查的是房价而不是机票，很遗憾没共识。如果你已经订不到来这里的机票，很荣幸我可以派无人机去接你。说了这么半天，你是不是想问你是谁呀？我
在你的脚下，我是深圳。世上本没有深圳，你们来了，便有了深圳。